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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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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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So and I laughed. I guess what I'll be saying is there ain't no better reason to rid yourself of vanities and just go with the seasons. It's what we aim to do. 爱一次福利的机会，勇于爱的百年好合。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We'll open up your mind. 掌声不够热烈，现在我们的正宫厅上有一点点害羞。千里长的是我们今天的男女宾相，一群以上学文员以及呢公公，他们四位今天特地想要来邀请我们今天帅气的新郎官入我们的幸福殿堂。 觉得我们的性格看起来比想象中的还要紧张很多。老婆在后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请她进来？但是老婆在后面，我们屁股对着老婆好像不太好。各位嘉宾，可以看到我们新郎官真的很紧张，我们是不是给我们新郎官再一个热情的掌声？ 各位嘉宾，我现在邀请你用温暖的掌声，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美丽的女主角玉玲入我们的幸福殿堂。现在步入我们会场的是我们的帮助他人及我们美丽的女主角玉玲哦。还记得小时候你出生的时候，爸爸紧紧牵着你的时候，在爸爸的心里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感动。 今天你穿上了戴耀幸福的白纱，爸爸想跟你说，你永远是我们心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宝贝。现在我要请玉玲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谢谢你哦。现在我们信伟要对爸爸深深的一鞠躬，谢谢爸爸放心的把女儿交给自己。 现在我们新闻要伸出最真挚的右手，请爸爸放心的把宝贝女儿交给自己。
我的女儿交给你咯，对她不好的话，爸爸还是会很爱你。现在我们新伟以及爸爸要交换玉林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刚刚其实有对我们小两口说了一点祝福的话。我是希望信伟，好好疼爱照顾呵护我这个心爱的女儿，也是我唯一的女儿，要她照顾她一辈子，不离不弃，这很重要，记得，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新伟局玉林要给爸爸一个深深的一鞠躬，谢谢爸爸，谢谢爸爸的信任。各位嘉宾，我要邀请您用最温暖的掌声，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女方主夫人步入我们的幸福之中。
还有呢南投中部，甚至于这个新北市到土城板桥，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朋友啊，专程赶过来，在此再给他谢谢一下。因为那个因为你时间也有点超过那个预计的那个时程，我在此就在这边代表我们这个新人啊，以及我跟我那个我们亲家门风，还有那个至亲好友，再次谢谢啊，祝各位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如意啊。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朋友了，不要再缠着我了。祝你百年好合啊，早生贵子。好，都结婚了，不要再欺负我们了。嗨，恭喜你们，祝你们早生贵子，幸福永远，百年好合。对，谢谢。祝福新郎新娘永浴爱河，早生贵子，幸福美满。耶、Friends to you, don't waste your time.